做红烧肉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直接焯水，直接焯水的话，很大一部分营养就流失了，而且肉本身的香味也大打折扣。要想肉吃起来更香，把肉的香味保留住是有技巧的。我们把五花肉放上蒸锅，水开之后盖盖蒸15分钟，这样不但营养不流失，而且做出来的红烧肉会特别的香。蒸好后取出来，把猪皮上面扎一些小洞洞。每天都在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教做菜，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往上面涂抹一层老抽上颜色，因为猪肉腥味的主要来源是在皮上，所以接着我们往锅里加点食用油，然后把皮朝下放入锅里，把皮给它煎一下。这时候注意要盖上锅盖，防止食用油溅到外面。这样煎一下，不仅能去腥，还会增加一股浓郁的香味，而且吃起来也会香而不腻，口感更好。用小火大概煎2分钟，出锅之后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放入砂锅，放入葱姜和干辣椒。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红烧料，用来做红烧肉、红烧鱼、红烧猪蹄、红烧排骨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。然后加入半罐啤酒，去腥增香，软化肉质。要想炖出来的肉软糯不塞牙，记住一定要加入开水，然后倒入到一个大一点的砂锅中，开水的量要没过食材，盖上盖子，小火慢炖1个小时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看一下，哇，真的太香了。这样做的红烧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吃起来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做法也很简单，真的太好吃解馋了。学会了，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。